人类渴望探索宇宙的欲望无比强烈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，太空梦再也不是说说而已的事儿了，我们进一步一步在实地探索。宁夏欧乐文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携手 CC Park 为我们宁夏带来了一场星际 VR 航空展。是一样的，他的手接近月球表面，他的手成功到了月球。现场人气十分火爆，一网打尽高空刺激类体验项目，可以称得上是尖叫发声器。各种急速飞行与激烈对战，让现场体验者们大饱眼福。这个设备呢叫梦回神州，是我们公司特别研制，就是说明年是建党的100周年嘛，然后呢，这个像这个设备，它是模仿我们的宇航员杨利伟从地球到月球的一段历程，其中包括登陆月球、火星救援和一个重返地球整个的一个小路程。它